熊玩具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玩奥特曼数字方块变形玩具。欧力吉姆高兴，哇，太神奇了！欧布纯光形态给我们带来了一号的动物变形方块，让我们一起来动手变形一下。这会是什么动物呢？哇，欧布纯光形态带来的一号变形方块是一只老鹰，你们猜对了吗？捷德奥特曼的好用形态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数字变形方块，那里面会是什么动物呢？让我们动手来变形一下。哇，捷德好用形态带来的蓝色方块是鲨鱼，看上去好有趣呀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欧布的暗曜形态，它带来的是三号方块，它只需要两步就变形好了。锵锵，那欧布的暗曜形态带来的三号变形方块是一只狮子，哇塞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维克特利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方块，这是绿色的数字四，它会变形成什么动物呢？它的变形步骤也很简单哦。哇，银河胜利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四号方块是一只大象，你们猜到了吗？听说这些变形方块还能够合体变成机器人，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。我们一起来玩奥特曼带来的惊喜玩具会是什么呢？一起来看一看。首先是萝卜奥特曼的绿色变形蛋，这会是什么呢？它有着短短的前肢和锋利的牙齿，哇，好神奇啊！霸王龙吐出来了一个精灵球，这里面会是什么呢？哇，这是闪光子仪的战斗机甲草莓美美龙，据说它还给我们带来了超精彩的表演哦！哇塞！让我们将它的底板向下翻转，压下身体，三、二、一，锵锵，好厉害呀！接下来来看看银河奥特曼给我们带来的棕红色变形蛋。它有两只翅膀，这是翼龙。咦，翼龙留下了一个精灵球，里面会是什么惊喜玩具呢？这是蜜桃粉粉龙，它的原型是一只蜻蜓，那它会不会也带来了表演呢？哎呀，蜜桃粉粉的功力好像不太行，还是回去再练习一下吧。捷德奥特曼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蓝色的变形蛋，会是什么恐龙呢？哇，这是一只三角龙，它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精灵球，这里面会是什么水果战甲呢？是葡萄甜甜，它的全身都是紫色的，不知道它的表演会不会一下子就成功呢？
哇哦，第二次非常的完美呢。最后让我们来看看欧布奥特曼他带来的棕色变形带。哇，他的脖子好长啊，这是一只腕龙。他也给我们带来了惊喜玩具，出现了市集街强强。那么他的表演会不会一次就成功呢？哇，好厉害呀！今天我们一起来玩葫芦娃的变形玩具。首先是红色的集聚蛋，来，让我们给它变形一下。从这里打开，给它的身体拿出来。香香，这是葫芦兄弟中的大力士红娃，他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数字6，听说它还能变形哦。让我们动手试一试。香香出现了，这是一辆绿色的坦克车。嘟嘟嘟，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橙色的变形蛋。那你们知道它在葫芦兄弟中排行第几吗？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橙色的数字7，那它会变成什么呢？哇，好有趣呀！这是一辆红色的战车，黄色的奇趣蛋里面又会是谁呢？这是三娃，他可是拥有刀枪不入的本领的超级英雄。那他给我们带来的黄色数字8又会变成什么呢？哈哈，出现了，是一个非常酷的机器人。哇，你们猜到了吗？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奇趣蛋，这是葫芦兄弟中会隐身的6娃，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数字9，他会变形成为什么呢？来，一起动手试试看。出现了，这是一辆战斗装甲车，小朋友们你们喜不喜欢？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紫色的奇趣蛋。哇，是拥有宝葫芦的7娃，它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的数字0，那它会不会变形呢？出现了，这是一辆红色的消防车。哇哦，不错呀。我们一起来玩钢铁飞龙的变形蛋玩具，听说它们还能变成战士的形态，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。他们分别是勇气战士赤焰、狙击手深蓝、刺客 Magic、 正义战士小星、
以及象征着力量的铁拳，它们都变成了自己的作战形态。哇哦，快看，好神奇啊！他们还给我们带来了礼物，这些都是什么呢？首先来看看深蓝给我们带来的方形杯面，里面会是谁呢？打开它的盖子，按下开关。锵锵，是赛罗奥特曼。那赤焰给我们带来的蓝色杯面里面又会是谁呢？它有两只巨大的钳子手臂，这是宇宙忍者巴尔坦星人。接下来看一看黄色的 Magic， 它带来的变形杯面里面会是谁呢？胸前有一个大大的 X 的图案，这就是艾克斯奥特曼。开心果小熊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红色的杯面，打开盖子，哇哦，蹦出来了他的头呢。按下身后的开关，他的手臂也出来了。哇哦，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迪迦奥特曼。最后是温柔的战士铁拳给我们带来的变形杯面。首先呢，这是第一个来到地球的奥特战士，初代奥特曼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玩具，喜欢记得给我们点颗小爱心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